15分57秒 ，LOL 历史上最快比赛 ，IG 把 SKT 打成人机局，16分钟，这可能是 MSI 历史上最短的一场比赛。2019年 MSI 比赛上 ，SKT 选出宝石加琴女的套路组合，阿水选出德莱文。开局一集团在宝蓝勾空的情况下 ，IG 中辅送出一血，但德莱文拿到人头，于是这把比赛就变成了单方面的屠杀。两个集团要裂了，裂了，裂了，裂了！还好是换到琴女的人头，而且这个人头是德莱文的。琴女的小身板完全扛不住三个壮汉，而 Jackie 闪现一刀，再拿到 Creed 的人头，至于没晕住德莱文，再被一技能开到利普。7分钟，德莱文掏出银血剑，随后峡谷先锋连撞三头，13分钟高地就告破了。这么高的伤害，五个人往你脸上，那德莱文没有杀到的话，这场比赛其实最肥的是德莱文，那你制止不了德莱文。15分钟 ，IG 集结下路进攻 ，SKT 试图反抗，却被德莱文两刀一个，随后顺势而上，一波结束比赛。杰克拉姆这个时候被 Faker 切到脸上，回身一刀把 Faker 两刀一个，两刀一个，走出塔的攻击范围，回头再打你一刀，去 kill。而此时游戏时间定格在了15分57秒，成为了 LOL 历史上最快结束的比赛。不知道这个记录以后能不能被打破呢？